有体会到没有？不确定对不对？我看看，对，再松掉，再松。哎，对，你的桩不要跑，你的桩不要往下的时候，你的桩就垮掉。剑椎往下拉，你看你的桩又跑掉了，啊，有没有？你桩要稳定，你上面的动作才有意义啊！啊，松掉，往前弯。好，好，这边停住，吸气，落，有感觉，你的桩又，你看。我是不是逃掉是？你每次你坐的时候，我叫你一吐气的时候。你的桩本来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你一吐气的时候，你的桩就垮。看不懂？啊？看，桩站好了。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对，有体会到吗？有。这里。有体会到吗？然后这个往下拉，桩不要变啊，你的桩又变了。哎，对了，有体会到哈，慢慢做。啊，你们应该没问题了吧？你们啊，嗯，你没弄啊？没有。好，肩胛骨收起来，好，吸气。吐气，啊，吐气，吐气快，用嘴吐，吐快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松掉，好，有体会到这两个点吗？有体会到吗？哈，对，不要有这个，这边不要有压力，是在这边，它是上往下的，胸腔松掉以后，上往下的压力在这里，保持到它，然后这个剑椎往下拉。剑椎不对不对不对，不要哎，对对对，往下拉，它就开了。看不懂，这个沉下去了。好，在这边慢慢做深呼吸，做胸的胸式的深呼吸，吸起来慢慢落下去，你会感觉到这边压力到这个点来了，有没有？哎，然后慢慢练习能操控你的剑椎。啊，看不懂，慢慢去找。好，你们在做这些啊，在做这些调整的时候啊，跟完成一个结构的时候啊，桩很重要。就是我在帮你们调的时候，都有感觉得到。我在帮你们调的时候，我帮你们调了那个力量一下去的时候，你们的桩啊，当我把力量往下一放的时候，你们的桩就垮，你们桩就垮了。一垮掉，上面没有承接，上面要下去的力量没有承接。他就跟着你的桩就垮下去了，那就没有用啦。你上面我上面的塌腰，你下面要有承接嘛。我说这个胯是起来的嘛，是不是？你的桩要有承接，桩是什么？结构是什么？结构就是承受重量的嘛。结构就是用来承受压力的，承受重量的。良好的结构就能够良好的。承接那个重量，所以你不能有重量一来了，我给你调整上面重量来，你下面就垮掉了，你的结构就垮掉了，垮掉以后那个力量就散了，力量就散了，就没有办法结，没有办法束在一个方向上了，听不懂？跟打拳是一样的嘛，你上面在用力，你下面你如果桩是垮的，你的拳打出去，你的桩垮掉了，你这个拳是没有，拳没力的，拳不会有力量的，看不懂？那就是桩的重要性，所以桩是最基本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啊，你有一个稳固的桩了。有一个稳固的桩，你上面还可以松掉去做你要做的事。你如果没有那个桩在承接上面的，不管你自己的
动作里面形成的压力，还是对方给你的压力，你桩不能承接，你的结构就不能承接嘛。因为桩是结构里面最基础的结构了。听不懂？结构是跟大楼一样嘛？结构是干嘛的？结构是用来分散压力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一个大楼一个东西，你不能让压力让一两个地方来承受啊。好的结构就是压力下来了，不管地震啊还是什么压力来了，它可以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承受这个压力。我们的结构也是一样。所以结构不能垮掉，你可以松，可是你每一个变化那个结构它都在，你才可以去承受不同方向的压力。如果力量一来，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，你一动垮了，没有意义啊。因为你不能造成里面的力量有秩序的有方向性的流动了，它就散了啊，晓得吗？所以你们练这些东西，不管是下穿掌还是什么，那个裆那个要为什么开裆？除了力量往上以外，这个力量可以承接你上面的活动啊。你没有的话，你这个垮掉了，那个垮掉，你上面再怎么活动，没有用啊。听不懂？同样的，你们练到这边，你的手拉回来。拉回来这个裆更要拉，因为我这个回来是有力量到这个地方来啊。你如果这个拉回来这个垮了，你这个裆一动一垮掉了，这个回来就没有意义了。你的拉回来，你的裆还更开，你的裆才更撑起来，上面才有这个力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拉回来呢？我这个是出去嘛，是吐出去了嘛，这个是拉回来，气自然进来了。我这个打开，这边自然开了，气就进来了嘛。然后再它又闭起来了，晓得吗？你有这些东西，你有一个扎实的桩，你上面的这些空间的开合，这些力量的方向的转动，它才有依靠，否则通通没有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桩非常重要。啊，看现在练拳的很多，练拳的，尤其是国术的、太极拳的。一动裆就垮了，一动桩就垮掉，那没有意义的。那你所有的运动都没有意义。啊，好，你们再练看，这个练熟了，你们要再练，能够主动的，你现在能做到了吗？腰主动的撑啊？我看看，你做这个，哎，来，再起来，坐起来，坐，慢慢，先落这个，哎，好，起来，不要紧，是往下。这个往上走，起来，好，起来，快，再起来，快，啪，再起来，啪，起来，啪，一下，啪，我们懂，把那个练准，擦一下，啪，啪，要有这个，啪一下，啊，你行吗？啊，来，坐，再来，你不要撤，你往前，掌往前，走，再来，
往下，不要往外推，往下。你看，你不要先紧，是往下拉，往下，往下。哎，好，来，走，走，收，胯收，胯收，快，快。不对，慢了，慢了，走，快，快，还要快。再来，快，上下，上下同时快。再来，你的裆没收，你的胯没收够，胯，对，走，你少了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预备好，你少了一个这个，你少了欠人打，走，你看，你没有这个，你没有这个，听不懂？你要有，你看，你有跑。不要跑嘛，就做你刚才的那个，晓得吗？这就我讲，你练拳少了一个这种意识啊，你的动作做出来就不是不对，你会差了那20%，差了那20%就没有用了，听不懂？所以要有这个，哎，啪，你看你还没有，你还笑，咋？听不懂？啪，走。走，看不懂，啪，走，少这个，所以你自己在练的时候，你就啪，啊，你的头脑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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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懂，慢练你会控制了以后，这个方向都对了，你会控制了以后就啪一下，啊，所以很多都是在这种。这就是什么力？这就是我们讲的，你练出来的自然力。有的拳把它叫做惊吓力，好像人受惊的一样，那个惊吓力。啊，现在不能这样教。以前我一个朋友，男的啊，这样教，他教女生练这个啊，他偷偷从后面往他的下阴地方一戳。那一受惊，啪，那个力量就起来了。我现在不能这样教你们啊，但是你自己要有那个觉察，就是这个力量。所以很多门派把这个力量有不同的名称，可是它就是这个力量，就好像你受惊了一样，你受惊突然之间那个力量。很多武术门派到后来，他练的就是要练这个力量，晓得吗？毫无准备的，毫无准备的，刺激一来，他啪一下就发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们自己练的时候要有这个东西，要有这个，啊，好，再练练看，快速刹那是你一开始需要练的。那是要练的条件。那有那个惊吓力，这个就包含在里面。本来就是啊，你要能够那样动，你才能练出来这个惊吓力啊。这种动是惊吓力里面的一个部分。惊吓力是已经完成的，你那个是在练习的过程中要培养的能力。对。啊。前身软软没力，是不是松掉的？嗯，正确的吧？啊，那前身软软的。啊，好啊，你再落看，全身软软的，你再落胯看看。你不要准备，你不要准备，也不要那样站着，你就全身软软的，一落，不要弹嘛，你看你又弹。该弹的时候弹，你看，没有。啊，往后抓，手往后抓着，往后伸。往后伸。
提高往后伸，对，多练这个，头不要往地看，头往前看，所以让你这个肩胛骨啊尽量收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尽量做这个好吗？再做深呼吸，把前面这个筋啊，这个筋让它松开。啊？越多越好啊，因为这个筋会很紧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慢慢让这个筋松，这个筋松掉，它就还可以再收，啊。我在家都有请他做那个之前那个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肩胛骨那个跟这没关系。有关系啊，那就是要放松做，不要用力做，用力做反而变硬了。你有强迫他吗？没有。你爸爸有骨的。好。停住。好。好，慢慢起来，对。走。转移到这边来，你这边还多，转移到这边来。对。对。好，起来。对。再往前一点，行吗？对，好，定好，走下来，对，哎，对了，起来，看不懂，可以开吗？对，下去停，好，起来，对，这边也要那个力。啊，行啊，哎，好。我是想问那个主动的那个塔腰练，回去练也是这样子练。下次你问一个问题以前，你先做这个。都在看你问问题，没有？啊，先做。先做直的。手往前插着，屁股平，对，好，好，下去，走弯曲下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起来，好，好，可以，起来，好，问，就是我要练习那个主动的塔腰，就是也是这样子，不是，慢慢去感受，然后再练。这是另外一个力啊，主动的塔腰你站着坐着都能练啊，你摸我的腰。这里啊，这里对，这里。你主动的去练这个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个。哦，这个去动它。对，这个有没有，这个不对，在这边看。往下有没有？你看我两个一起吧，有没有？这个，看不懂啊？我觉得是这边实力啊，腰啊，这对啊，这不是啊？对啊，这边要它不是实力，它是往下拉。往下拉，往下拉。我这是拔，对啊，我是这样。对啊，你看。对啊。我不要动腿的话，它是这样子。我不动腿，它是这样子。有没有？我不动腿是这样子。只是腰有没有？只是这个。只是这个。刚摸到脊椎骨是一节节的。对，这个。我如果动腿，你看是这个。对，你说的对啊，这同时就开了，啪，轻轻摸才摸中中摸不出来，对，轻轻摸就知道脊椎骨这一节节的，听不懂？所以找到那个点以后，熟悉了那个点以后，你去要学会主动的，啪，主动的控制里面的肌肉能够往下一拉，让它稳住，啪，啪，啪，
这个力量啊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啊。